容易，因为现代的要把它讲好不是很容易。哎，潘基利，我发现你跟方汉武这个主题，你们两个好像都可以讲哎，我觉得好。那另外今天呢，就乐音悠扬现场演奏，所以他们来了就好音乐可以听了哈。啊，你有没有看到？嘿，最开心的一条老师呢，他呢自备亲友团，最小的就是他孙子。就还拜在那边，还要拿个笔，真会写吗？往后一定会写。所以从一而生无量意，皇家乐集。然后呢，这边的文宣呢是黄一桥老师自己写的，每边的部分是由我们台北的建林师兄，我们文编美编这个团队总共30几个团队棒棒接力哈，好，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主场的家人，从他们父女两个人手上会拿到什么？一个就是福袋，那因为快蛇年，所以我们比其他的人拿得比较快，蛇年的福袋我们今天拿到手有20款。你会拿其中的一款，好，所以拿到哪一款都好。可是要不是他这一只蛇可以长成20个样貌也不容易，还有彩色有飞的，还有什么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哈。也非常感恩他赞助我们2月5号同学会，让我们的同学们也可以拿到这样的福袋哈。那另外就是有一块饼干哦，是雨果饼干。那这个饼干待会呢，我们于真就会来说，而且故意给它做成一个福袋的样子，它有它的意涵，就是代代相传。上人还特别说，我说传50代不是50个人哦，是50代，50代，50代，所以一棒接一棒，爱的接力赛哈。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家他们的故事。那这已经很久以前了哈，8月23，哎，我要查一下这一个是什么时间的，这里没有看到，不是，是823，不晓得民国几年，这一张文宣，哎，以前竟然没有学到，哎，好，我们来看看皇家乐局他们到底怎么样。哎，一家人出国都绑在一起。陈建鞠公、黄应桥一家四口都喜欢音乐，成立了皇家乐旗乐团，特别到马来西亚巡回演出，用音乐传爱。台湾皇家乐旗四名团员应邀前往马来西亚举办6场音乐会，中西乐器合奏，博得满堂彩。说的感恩，我最喜欢的一句近似语，生命因利他而丰富。原来我可以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做志工，转移到付出的这个快乐上。我演出当中啊，在演出这个美的时候啊，就里面有7个字：付出，付出，再付出，深深打动我。这4名乐手原来都是一家人，他们不仅展现出音乐涵养，无形中也传达了华人世界里家和万事兴的核心思想。To me, the way he expresses how his happy family is, I'm very touched. The whole family, involved in an orchestra, and it just shows the love. And with love, everyone knows the part, and the result is just.这一位杨嘉宾呢，其实也是呢，一位实业家哈，所以我们非常感恩，就是他们到了马来西亚这个部分。那除了马来西亚，他们还到过哪里呢？很多地方了，等一下再请他自己讲。然后，那别人出去就是讲讲，你如果比如说心愿行和我出去就是讲讲，我会跳吗？应该还跳一点。但是心愿行他们3个人站出去本身就是一个大能量，但是一桥老师他们一家人就可以来一场乐器的演奏哈，所以大家呢会用自己会的部分然后来做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除了研习活动，台湾的音乐家黄一桥夫妻2人同样在共修处和大家分享他们做慈济的欢喜，用音乐和静思语与大家结缘。我们有因缘，我们很有福报，能够到世界各地去分享我们的爱。也说起了9.21地震那一年投入赈灾，心中的感动也启发了大家的善心。这条菩萨道是我坚定一直要走下去的。大新闻真善美之工浙江报道。
我们有到浙江去了哈，那其他地方我也不能再带你们去。可是我们看一下端午节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他们又在做些什么事情哈。那这其实是跟年轻人比较有关系哦，就尤其呢，妈妈其实是人文推广的核团队，那今年呢承担的核心，所以更是有很多。那于真的在这个部分呢，他很有天分哦。那今天他会去讲，然后他们这个摊位很不一样，因为爸爸妈妈就会腰果搭配小叶红茶呈现配方，燕麦奶很夯嘛，很多的品牌也都有出。那我就想说，我们有这么好的大燕麦片，那就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教大家怎么做，在家里就可以做。一家四口平日各自忙碌，端午佳节，黄于珍跟爸爸妈妈和哥哥全家总动员服务过节。疫情解封之后的第一次的这样大型的活动，那全家能够一起在这个素食展，在我们的静思人文推广做慈济，所以我们一家人都很感恩。让大家来喝茶，有茶香，又有书法香，还有人文飘香。素食展推素也邀约大家来。很棒吧，就一家人人文飘香，然后有素食，然后呢有的吃有的听，还怎么样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书房。那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官渡园区25年25摊这个素食的一个开榜。那为什么要看这个呢？因为我们年轻人于真也有到这个市集去，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好，那可是会用西式欧式的方式把整个怎么法式甜点呈现出来。还有来自台中的饼干业者，制作过程没有使用牛奶跟鸡蛋，就连面粉都用这个替代。我们都是以净食资粮，就是净食的谷粉为基底去做研发，去推广素食然后环保。市集也强调环保，不使用免洗餐具，设置了餐盘回收处。他们透过素食相遇，为素食生活共尽一份心力。大爱新闻徐英豪台北报道。好，我们非常感恩喽，就是透过一个画面稍微来了解他们家。哎，你们真的不让我在夹缝中求一下生存，给我一点。好，我们看一下主场。好，我们通关密语一起来。我喜欢和你在一起，因为你有正能量。好，我们可以看到亲友团果真叫做亲友团，没彩排，所以也不晓得。可是你们帮我看一下，我刚才跟的默契叫做站多久举多久，然后那个牌子单手举就好，手会酸就要换一手。好、哦，你也不晓得你要举多，你们都用两手。我不是跟你讲单手举中间吗？果真要念过的哈，单手举中间呢，手酸就要换手哈。那我们非常感恩哦，今天一桥老师来的时候，他满满的人气啦，所以有从屏东来的、潮州来的，还有从新营来的。那到底他到底是结的什么缘呢？光一个二胡就可以结很多的缘，还有包括他的书法、书画都是可以的哈。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他们皇家乐节是少一个，那一个人不是偷懒，而是好像去比赛，对不对？音乐比赛，带学生去比赛，所以呢，儿子就没有来。但是儿子虽然没有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而且人刚结婚，所以喜事连连哦。那同时于真呢，高雄的媳妇儿，所以呢公公婆婆老公儿子都来了。好，待会我们周信宏师兄呢再帮大家特写哈。那今天呢，因为呢他们家人到，所以呢就先把蛇年的福报带，我这个等一下他会讲故事，里面呢其实有一个雨果饼干，他也会讲故事。但是今天的雨果饼干做的造型是专为我们高雄线上读书会这一场做的设计的一个福袋哦。那这个全部用静思的，所以你边他听他讲的时候，如果您已经拍照完了，所以就可以开始吃起来，真的给它吃起来啊！如果觉得好吃，我们静思有这么多的，你再听他来讲讲看，然后没办法自己做的，你上网搜寻雨果一下，也可以订购得到哈。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就是皇家乐局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带给很多人正能量。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那也请你们回座了，我们来当来宾观众哈。好，谢谢，也请黄家月的爸爸先讲，对不对？一桥先讲，对。好，好，来，请说。是。上人啊，金色师父以及各位
师兄师姐，还有我的亲爱的亲友团，非常感恩你们啊，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啊，那他们来了，前两天一直在跟我踊跃报名哈、啊，我相信这不是我的力量，这是上人的爱啊，这是上人的爱啊。那今天呢，我的主题就是从一而生无量义啊。那、啊、其实为什么从一而生？我是一，那么生出这么多的无量来，那就是从一而生啊。那无量义是什么？无量的功能啊，产生的无量的功能啊。那我们18年前啊，我回金色，那每一次回金色呢，都是从这个走中横，那走中横的时候都会经过太鲁阁啊，这个是我当时呢拍下的一个照片。那我每一年呢都是从这个门进来的，那每一年都是从这个门呢回到我的台中啊。那其实今年呢是第18年的时间啊，第18年啊，今年第18年。那今天呢，我要分享的就是从一个福袋走入慈济世界。其实这个，其实你们看到这个福袋啊，这个福袋的功能非常大的哈。那当时就是慈济医院呢、啊，那书宣里面委托我来设计啊，那个慈济医院他们要评鉴，然后做一个祝福的一个福袋。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设计好了这个福袋。后来正好呢，那一年呢，正好我第一次去啊觐见上人，拜见上人。那就我就以这个福袋呢，就请上人来祝福，那也得到了上人呢的肯定跟祝福，从此发挥了我的自身的啊良能，也成就了为后来的很多很多的好姻缘啊。那2009年的时候呢，台中评鉴的时候，以这个福袋呢来祝让每一个科室来祝福每一个科室，那其实真的是有愿就有利。那台中慈院呢，也就得到高分的评鉴啊，通过了高分的评鉴啊。那2021年的8月21号的时候呢，2期的工程大楼完成了啊，正式启业。那当天呢，上人也来揭牌啊。那我们就准备了10000个福袋啊。那当天呢，我们用了2大的一个竹篓啊，装的满满的，因为那个照片我一时之间找不到啊。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壮观哈、啊，那也结了非常多的啊好人缘啊。那除了在慈济呢之外呢，这个我们也走入了校园里面，借由呢福袋来祝福呢毕业季的时候的毕业生啊。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要传法说法啊，广结善缘。那我们每一年都会走入6所学校为毕业生祝福。那包括台中的新光国中、啊、大理国中、啊、神冈国中，还有太平国中等等的国高中啊。那你们可以从照片看到，这个就是当时这个去同学拿到的福袋那一种的高兴的场面啊。这个就是新光国中，这个新光国中就是我退休之前的服务的这个学校啊。那从到现在为止已经第15年了啊，这个福袋已经在那边发挥的功能已经15年了，年年都走进去。如果在座你们的附近有国中也想要这样子，你跟我联络，福袋免费供应啊啊！那你们会觉得说，那小小福袋里面是装什么东西呢？小小福袋里面有上人的智慧法语，以及呢慈济人满满的祝福。所以我会画了那个马在那个的图，然后会就是什么马，祝你呢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啊，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祝福啊，也祝他们的状元及第，光宗耀祖。那除此之外呢，这里面我还放了一张上人的智慧法语，就是静思语啊。所以这样的一种说法传法真的很契合哈、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也发展出另类的一个结缘品啊，像这个结缘品就是心开运通福就来，那个福字我又还用烫金的，这是红包袋，那一年的红包袋。啊，那还有这种的长形的福袋啊，那个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啊。啊，那到了又从小福袋呢发展到了一个大福袋啊。到2013年的时候，正好那年是马年啊，那我就把这个福袋画成一个一匹马在上面。然后呢，最重要的那一年有一句话叫做"马上有福"啊。所以台中慈院呢看到这个福袋的时候，他们人文室呢就跟我呢要这个福袋。那我要了去做什么呢？他们就带到了那个慈院里面，所有的为那些呢住院的大德
祝福，那给他们送给他们福袋，马上有福，你到了这边来，一定就会很快的就有痊愈了啊！这个福袋就是因为那一年而变了一个大福袋。那你们今天桌上就是那个的第十二年哈、啊，所以这今年正好是第十二年啊，这个福袋。然后呢，后年呢，就是后年了，又要回到马年，所以又一个循环过去了啊。所以这个福袋已经十二年了啊。那如果你们过年的时候回到金色，那师父们呢都会把这些福袋呢布置在上人的书房的外的那个走道的窗口上面。如果你们过年的时候回去，你们也可以在那边啊领取这个福袋啊。好，那除了这个福袋之外呢，在我们的慈济的道场以及学校里面呢，甚至呢我们在也运用到社区里面。那像大理呢，今年就是在疫情的期间呢，他们的快打仗啊，那每一个呢这个会众来打针的时候呢，我们都用一个福袋跟他结缘啊，里面放了五谷粉呐 啊或者那个豆浆粉呐 啊那那一年呢，总共呢有发出了50,000个福袋哦，相当的壮观哈、啊，这是当时候的啊，好，那其实刚刚的美云老师也讲过了哈。这个福袋呢，其实每年的福袋都会在岁末祝福的时候，我都会到慈济部里面去把这个福袋呈给上人啊，请上人祝福，再借由上人的祝福呢，再来与大家分享啊。那上人呢，每每都会叮咛我说，记得要将法传出去啊。那所以今年的福袋呢，就是在前几天呢、啊，上人在台中的岁末祝福的时候，11月7号的那一天。我就呈给上人，所以你们今天拿了就羞羞哈，还热热的哈。好，那福袋的制作呢？其实呢，我当时候呢，这个我们家呢也是呢慈济的小工厂啊，所以很多志工呢都会到我家来做福袋啊。那后来量呢越来越大，我们家承受不起了啊，要外包了。哦，所以呢，就请了大理共修的福田志工来帮忙贴哈、哦，帮忙做哈、哦。那这个其实你们不要看了一个福袋，它的工序是有10道工序哈、哦、10道工序啊、哦。那大理的志工也做得非常的法喜啊、哦，这个很多年以来都是这样子啊、哦。好，那除此之外呢，也为大活动呢手绘图稿制作玉手福袋啊。哦，那动员了整个和气的组队啊，那在中区的啊7月吉祥月，他们所需的一个平安玉手就是我们的和气的啊，来承担。那大家呢，在这个和互协当中圆满的这个中区的啊一个七月吉祥月啊，这就是福袋的因缘啊，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感恩各位啊，好。那现在要演奏是不是？没有，还有他先分享一下。美军。好 ，OK。OK。来，是。按这个键，好。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现场还有线上的菩萨家人，大家好。我是皇家乐集的妈妈，台中慈济志工陈美军。非常感恩今天有这样子的因缘，感恩美云老师的邀约，我们一家人能够来到高雄线上读书会来做分享哦。那很珍惜这样子的因缘啊，事隔多年再回到高雄静思堂站在这里分享，看到各位家人，我们满心欢喜。那刚刚一桥老师分享到从一个福袋走入慈济世界哈。那我想一生无量，无量从一生哈。那我们都感恩有这样子的因缘。无量义经里头告诉我们，一法能生无量义，无量从一而生。所以感恩一路走来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好因缘。那
我是在1999年921地震之后投入志工的行列。那这20多年来，非常感恩有好多好多的贵人来助缘。所以呢，这20多年来，陆陆续续，一桥师兄跟两个孩子也都陆陆续续的来受赠了哈。那我们也一直以来都在人文推广的区块里，一起为进食来尽一份心力哈。那我们要特别感恩的是哈，在一个因缘际会之下呢，我们全球慈济志工总督导黄思贤师兄，他推荐我们皇家乐集在金色的除夕晚会呢演出。那有了这样子的演出之后呢，每一年呢，我们皇家乐集呢，就因为有演出要事先彩排，那我觉得在这里要特别跟各位菩萨家人分享的我的一个小小的感动。因为我们在演出之前，我们会先在家里一家人聚在一块儿讨论曲目，还有呢彩排，还有呢各自再把自己对于乐曲的一个想法把它分享出来，然后共同讨论出怎么样的来诠释这首要演出的曲子会是最温暖人心的啊。那我身为一个作为一个母亲呢，我觉得我就好比是一个家庭的汤锅一样，我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享受了什么，享受一家人透过音乐透过音符来传递彼此之间的爱，这个是别人感受不到的。我每一次在彩排的时候，我看着一桥师兄，看着两个孩子，我们那样子的培养默契，无非就是希望把最好的的一个演出成果呈现在除夕的晚会上。那各位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我们一家人在金色除夕晚会，一家人和乐融融的一个演出的画面啊。好，那尤其在2011年，在到了2017年这段这么多年的时间呢，晚会的演出之后，隔天的人间菩提，很感恩上人呢，都有对于皇家乐集有很多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的影片。365天呐、分成了四季呢，一春，我们年年呐、又要开始的时刻，都是说迎新年呐、除旧岁，我们要简单呐、朴素来生活啊，所以呢，慈济众生大。爱万物，这都是慈济人啊，人人应该要发心立愿哦。我们要培养这样人与人相处啊，敬天爱地，还要广聚福缘啊。这个福缘是人与人之间啊，彼此要结个好缘。在围炉了后，又来了一个呢，合家乐在菩提中，一家人呐、母女像姐妹一样，父子像兄弟一样哦，这样的合家业哦，也乐哦，也乐哦，在菩提中啊，很优美的哦。哇，这个音乐世家啦，一家伙四口拢中了那样的。琴瑟和鸣啊，真的这可以想象这个家庭呢是多么幸福哦！年年回来哦，那让我们的晚会呢增加了许多的那样的和调哦，很可爱吧？父母是中国式的哦。而你呢是西洋式的，
他们的乐器所用的乐器啊，能同台演奏、哦、一家人呐、啊，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爱，共同的一个道场。他为了这个道场传法，他也跑天下哦。他有书法，他总是呢一家都是呢很人文呐、啊。感恩上人，感恩菩萨家人，成就皇家乐集的好姻缘啊！是是，真的真的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心中的感恩。但是就是真的，这一路走来啊，真的除了我们真一家人要感恩上人以外，感恩慈济菩萨，各地的慈济菩萨给予我们很多的祝福啊。那我们也很愿意啊，透过我们的音乐传递我们的爱，温暖更多人的心啊。那接下来有 PPT 吗 ？OK， 好，这个是摘录啊上人开示的啊一个在。开示当中呢，对于皇家乐集的一个祝福哈。那我们看到在2013年的时候呢，上人说一家人啊，母女像姐妹一样，父子像兄弟一样哦。那这样子的合家乐，也乐也乐，所以一家人都在菩提中。我想因为有上人的祝福啊，所以当我们的小孙子出生以后呢，我们的小孙子的小名啊，他的小名就叫做乐乐啊。今天，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上人的祝福啊，也乐也乐，祝福我们的乐乐哈、啊，也一样能够生生世世在菩提中啊。好，那然后我们很快看到在2017年上人说呢，我们这一家人啊为了传法跑天下，好，请我们看到啊，怎么跑天下呢？从2016年到2020年，就是COVID-19 疫情之前啊，我们很荣幸能够受邀到海外各地去分享，除了分享我们的音乐，分享我们的爱之外呢，我们也启动无量义抄经班。我们希望透过无量义抄经班，让更多的有缘人能够接触无量义经，进入无量义经的世界里。那当然最重要的，另外呢，我们一家人都是人文推广，所以呢，我们也把握每一场的因缘，在会后，我们一起来推广净思法品，传上人的法。好，听上人的话，那当然是如此咯，因为我们是我们有幸成为上人的弟子，听上人的话，把握因缘，做就对了。好，那这个是在金色的时候，我们从2014年开始啊，除了晚会的一个演出之外呢，我们也在人文飘香区的演奏哈 啊通常是初一到初五，有时候到初四，有时候到初六不等。好，那希望能够跟回到金色的全球的菩萨家人来分享我们的音乐，来广结因缘哈。好，那接下来我想要邀请我们的爸爸一桥师兄跟女儿于珍，好，来为各位演奏这首国乐曲子《光明行》，感恩。
非常感恩了，其实这是一首非常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曲子啊，《光明行》。我们在选择在家里啊，一家人就讨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演奏一首曲子。那至于要选择什么样的曲子呢？是慈济歌曲呢，还是国乐的曲子？后来啊，我们决定演奏这首《光明行》，希望呢这首《光明行》这么样的有充满正能量的曲子，能够祝福在场、现场、线上的所有的菩萨，我们都能够行在光明的大直道上啊。那今天儿子因为台中市音乐比赛，儿子带学生去参加音乐比赛，没能够来，所以呢，今天我们的演奏没有办法一家人四人合体啊。下次有姻缘哈啊，再四个人一起演奏。接下来由一桥老师做分享，感恩大家，感恩美君师姐。接下来呢，我们要从一片茶叶来说法传法。那2018年的时候啊，2008年的在彰化的这个静思堂的一个书轩里面，然后呢有一个封茶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封茶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封茶方式啊。那当天我们皇家乐节也受邀去演奏啊，去表演参加封茶。但是因为那个封茶呢，它是比较简单，一种传统式的封茶方式。但是我深深的感受到，封茶封藏静思好茶啊，除了推广静思茶之外，也应该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人文活动来传上人的法，这是更重要的啊。所以呢，我当时我就心里就想着要如何去啊，把这个封茶的能够延续下去啊。然后呢，因缘际会，那个时候正好那个2月多份的时候，我们正好去厦门参加佛事展，那我就认识了茶山的陈慧觉师姐，所以我就把这个理念就跟他讲，所以我们就共同讨论的设计的出了一个封茶的一个雏形，就是我们看的那个瓮啊，那个瓮，当时我们就设计那个茶瓮是那个啊。那2018年的三月，我们就从台南的安平开始。为什么会从安平开始？因为当时候在彰化那个第一次的封茶的时候，我答应说要给他们试瓮，但是那天实在太踊跃了，都被人家抢光了。结果怎么办？他说那不行，他说不管你，一定要为我们要一定要那个试瓮。我说不然这样子嘛，你住台南，我们去台南给你封茶好了。结果那天后来三月份去了，我们就封了80几瓮。哦，本来40瓮是那他们我们那边封了40瓮，那个他们要4瓮，所以就那边变80瓮啊。后来到了2018年的时候，他们意犹未尽啊，说还要再封。那这一次9月份的时候就封了120瓮啊。所以呢，但是呢，这个时候的瓮啊，还不是陶瓷坊的藏品。我心里在想说，这个瓮啊是去莺歌请购回来的，可是我觉得它的法味还不足，要有我们的陶瓷坊的瓷师傅做的瓮才是真正的我们想要的那个瓮。因为你拿了那瓮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法在那边，那个精神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当时候这个还不是啊。后来我就跟陈慧觉师姐讲，我是不是可以跟师傅讲，那个能不能跟慈师傅讲，是可不可以为我们设计这个瓮茶瓮？所以后来呢，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这个封茶团队就成立了。那这个班底呢，就是由茶山的工作人员作为一个班底，因为他们懂茶，他也知道茶怎么样做，怎么封啊。那我是负责包装方面贴标签的。高雄我也来了好几次封茶啊，所以呢，陈忠厚师兄啊，陈慧觉师姐，陈友师姐啦，陈美君师姐啦，啊，黄一桥师兄啊，我们通通加进来了哈，啊，那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封茶团队啊，那每一个都有各司其职啊，都在做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啊，好，那
那2019年就开始用了陶瓷坊的茶瓮啊啊啊，慈师傅的茶瓮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加入文笔墨的人文，那我们就定了一个主题，就是以善以爱传家是无上的至宝。这个就做我们传封茶代代相传。刚刚美云师讲50代有没有？有没有？那50代就代代相传。这个茶叶封了以后，你可能传到第50代，希望它传到50代，都卖零，那么看到50代啊，那个精神就永远的就恒持在里面啊。哦，对，好，我马上快完，我们看一下影片好不好？啊，这好，我们看一下影片啊。人呐、啊，人的心动作该汇合起来，照顾个真干净，来到家，我该好好的收好，啊，装得很漂亮，真是真善美，用真的心啊，善的力量啊，就合成起来，那就很美。以善传家，名副其实。我要跟上人报告一下，我们封茶的主题都是用那个静思语，以善以爱传家，以为无上至宝，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爱跟善封在瓮里面，代代相传。善是无上至宝，啊，那那地方都是集聚所有的爱心，所以黑地本来都储蓄爱心的地，啊，讲咱在封茶的时阵，爱祝福这个瓮地。那所以就是用这个信念去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感恩各位菩萨，封茶是这么美的封，而且呢，以善传家，祝福大家，人人呢共同一念，以善传家，而且呢，那好，非常感恩哈。对，等一下我还没讲完。没关系，我耽误一下这个封茶这个主题。那一天呢、啊，正好那天我感冒没办法去，所以刚刚话就让慧觉师姐去把这个跟上人报告哈、啊。就是当时那一天的情形啊。那其实后来因应各种的茶瓮设计，我们就设计非常每一种款式的茶瓮的一种啊的人文展现啊。那里面也放了很多的祈愿文哈，但是如果有封茶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啊，那各地的封茶已经超过50场，真正到底多少是我已经忘了，太多了哈。那封茶的遍及地方啊，就有这么多的地方啊，像中区的啊、北区的、南区的哈，然后大陆地区的都有哈。好，那我的分享到这边，因为他已经给我吹了哈。感恩，我尽快。好，敬爱的上人、金身师父，还有各位在场跟线上的这个菩萨家人，大家好。那我是皇家乐集的妹妹黄玉珍。那今天哥哥因为有重要任务，所以我就代表皇家乐集第二代出席啊、哦。那我跟静思的因缘哦，要话说从头，我从11岁开始素食。那从小啊，因为妈妈还有外公就是都很养生，所以我耳濡目染，所以我小时候啊，我就不爱吃垃圾食物。然后呢，我去买东西啊，我从小就会习惯看那个后面那个成分表。那我在后来考上慈大之前的那个暑假有4个月，我就因缘际会就到了静思书轩当小志工。那时候呢，因为要去跟人家介绍嘛，所以你自己要先了解。那我就发现说，哇，那骨粉的后面的成分啊，我都认识哎，没有元素周期表上面的那些添加物。所以呢，那时候进而在了解说，原来师父的这个回归自然，然后自力更生的这些精神。所以呢，那时候我觉得静思就好像在我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好，那往前 ，OK。那后来呢，我毕业之后工作，因缘机会回到了台中。那时候正好妈妈刚开始承担人文推广，所以那时候正好我记得是岁末祝福的时候，她正好在烦恼说到底要怎么样把会众吸引到我们摊位，我们才能够跟她推广嘛。那我那时候因为我大学就学传播企划，所以那时候我的企划魂就这样被点燃了，所以那时候就跟着哦，只要有
那时候开始，静思只要有出新品，那我就开始研发这个新的点心，然后来推广。所以像这些啊，都是就是我那时候研发的点心，然后大部分都是用我们静思的资料哦，不管谷粉啊，然后香鸡饭啊这些等等去制作的这样子。好，那其实呢，是因为说，因为我觉得师傅这么努力、这么辛苦的去研发这些谷粉、这些静思资料，我觉得他如果只被来推广、来冲泡，我觉得太可惜了。那而且当初谷粉在早期推出，也是希望上人希望祝福大家都能够健康的一个祝福的心意，所以我希望这份心意能够让更多人能够收到，所以也就是以时轮转法轮这样子。好，那所以从谷粉到谷粉做饼干，其实是因为我结婚。那时候呢，因为爸爸是老师，所以很多的学生啊都会送他礼盒，所以每一次呢，我们家都会闹家庭革命。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让他吃，然后他就会生气，因为以前有三高。对，那所以在我结婚的时候，我就决定啊，我自己要做自己的喜饼，然后要静思谷粉做，去做一盒让爸爸安心吃光光的喜饼。所以那时候我就用谷粉，然后做了自己的喜饼啊，自己的喜饼自己做，然后就给爸爸。对，那所以那时候就有雨果点心的诞生。所以那时候也跟上人发愿，我希望能够透过自己创业，然后用谷粉做饼干，然后去推广素食，而且第二个也希望用谷粉做的饼干去恒持的护食静思。虽然我的力量很小，但是我也是跟上人发这样的愿，所以后来就跑市集。好，那也到了现在也第八年了，所以也有了这个小菩萨。那当然啦，静思也还是在我的育儿生活当中。那怎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就看以下这个影片。好的，注意看哦，看要吃什么。这是我们家也天天这样吃的哦。从孕期，我一直到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喝这个所谓的这个静思。我说静思三宝，为什么呢？因为孕期嘛，其实很多人大家都知道蛋白质对我们素食非常重要。那很多人吃这个大豆蛋白会胀气，或是孕期很多怀孕的妈妈会有肠胃不顺的问题，可是我都没有。我觉得是很感恩上人，很感恩师父他们的智慧。我们的静思丽人粉里面有这个凤梨酵素跟木瓜酵素，是，所以呢，它会帮助蛋白质去让我们人体吸收，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也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很感恩的是，就是今天，很感恩今天呢，就是公公婆婆，然后跟先生有这样的姻缘，然后到能够到现场来，然后给我们这样的支持跟鼓励。那我也希望说，上人说人生的宗旨，教育的生活的教育就是宗教嘛。我也希望说能够在我们家乐乐的心中种下善良跟慈悲的种子，因为我自己能够在很年轻的时候能够得遇名师，有这样子一个人生的方向，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那也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善的种子，就像大家拿到的这个福袋，代代相传，然后也祝福我们大家都能够广结众生缘，感恩大家。好，你不要按乐乐的简报，就给它放在那边，你不要把它按掉了哈。好。乐乐在这里，乐乐在这里，阿丹，丹丹丹丹，好，刚才他那一个，我跟你讲，真的，我们家就是那个，你刚才讲的这个，你知道这个是怎么，为什么会有？你知道是为了上人，因为其实上人身体很多人也觉得说应该用高蛋白来补，可是实际上上人在吃其他家的一个品牌的。品牌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的舒服，所以呢
近视金色的师傅就非常非常的怎么样，有孝心，所以研发了这一款哦。那这一款的代言人是谁？我们台北慈院的赵友成。所以当我看到于一珍呢，就是把这三样加在一起，我就好开心。为什么？这是我们家早上必吃的。所以其实怎么样去护持近视很简单嘛，我们都知道，就是近视书宣、近视小组，就是最直接我们可以加入力量的。可以加入力量，然后就是如果我们家有要吃豆浆粉，那就用我们家自己的啊。那你先把你家的吃完再说，然后再想我们这一家这样子。那我特别也拿了这样子的一个萤华露，那因为美军他本身是人文推广，一定是非常知道。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美国的家人，他就问我说：“老师，你上一次讲的那个近照。”那因为我身体的关系得到 cancer， 所以我听你这样讲，我想买近照来，那请台湾的朋友要帮他带。那我就特别问的是，他就问我说要买哪一款，我说应该都很好吧。那我同时就问了师傅，师傅就特别推荐这个，就是包括宝宝或者包括就是有一些生病皮肤比较敏感，你可以用这一瓶。那我们家也是萤华露的大买家。你可以问高雄近视书宣，因为我们家师兄从头到脚全部用萤华露，很高贵的。好，非常感恩高雄的主场的美云通，以上以爱传家无上至宝，爱的传承广结善缘，真的是非常的赞叹哈。桃园的瑞霞马上说，陶瓷坊的茶瓮我有好几个保存着，纯善纯爱，很开心，感恩师兄师姐的付出。高雄的碧娟说，皇家乐集动静皆宇，远闻远闻令人感动了，言谈举止充满了瓷器人文，很多哈，但是我没办法、啊。全部念完，一家人都爱音乐，一家人都有四次健身的，是非常的善良哈。日本的实验分说，感恩皇家乐集温馨感人的分享，一家人才华洋溢，伴学的琴瑟和鸣的乐音，又是船上的法音，真的是太棒了哦。然后北京的周伟金就说太好听了，都听醉了。嘉义的云慧就说音乐响乐啊，黄师兄全家人组成一个乐团，那是一种爱的表现哈。我都没有念完全部哦哈，然后非常感恩哈。那在这个当下里面呢？每年啊，时间就特别讲，每年金色除夕夜必定有皇家乐集的演出，真的是很经典哈、哦。那同时间呢，就是您如果回去会拿到那一个他讲的年的那个生肖福袋。那有海外的家人就说，我们住在海外，可不可以有机缘联？哎，他说马上可以哈、哦，请跟黄一桥联络。所以呢，他其实是有怨就有利哈。那我们真的非常感恩慈济教联会很用心的把慈济人文品德传到各校。所以呢，一桥是老师，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如果提邓丽君，如果您知道，用掌声拍拍手哈。您知道认识邓丽君小姐这位家人的，请拍拍手。哇，他的声音，即便他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可是他声音真的很美。对，黄一桥跟他有关系耶？为什么？邓丽君唱歌的时候，黄义桥二胡演奏，对，所以他以前也是在那个圈子，所以我有看过他年轻样子，好像还有抽烟的样子哈。哎，对，好，现在才子是不抽烟了哈。所以总之他们的故事是说不完，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时间点都是勇于承担，透过他们的才能，然后去发挥良能。皇家乐局今天少一个人。不是他不来，而是带着学生去比赛。我们期待他们下一次皇家园四位一起前来。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感恩感恩，谢谢。好，那很抱歉，就是没有讲完的部分哈。来，有请我们直接就到活动组这边了哈。来，活动组直接感恩。来，我们今天呢是由我们玉峰老师哈，那也因为雅萍呢，她现在照顾孙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多了一组的活动组。来，玉峰，来，哎，好，写一首幸福。好，写一首幸福，我们全部好，请大家起立，跟我们一起写一首幸福。我把幸福写成了一首歌。来，搭上智慧的列车，来到线上读书会，来上下搭火车，再来上下搭火车，好来，
我把回忆写成一首歌，飘在风中，轻轻唱着，将它载满故事，长长的延续着。我把幸福写成了一首歌，放在心里，轻轻唱着。因为你们牵着我的手，来陪着我，陪着我悲伤快乐。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却不懂你的压力。要学习放手，有更大的勇气，这才是我最重要的课题。最重要的课题，两两，自己写成了一首歌，仿佛听见你轻轻唱着。回首往事，历历幕幕在心头，甜甜的泪光闪烁。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再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回忆写成一首歌，飘在风中，轻轻唱着。就像载满故事的火车，来长长的延续着。我把幸福写成一首歌，放在心里，轻轻唱着。因为我们牵手，陪着我一起悲伤快乐。一、二、三，我把所有的爱给了你，却不懂你的压力。学习放手，需要更大的勇气，这才是我最重要的课题。哎，我们要学会放下哈。我把自己写成了一首歌，仿佛听见，轻轻唱着。